易经嘛，其实是我是先读的书，先读的黄金荣的小说，若干年后认识的易经。当要拍这部戏的时候，因为咱们都会有这个习惯，尤其像我们是有职业病的，我们读任何文字的时候，脑子里都会去自动的、不自觉的去转换影像。这个场景应该是在哪？这个角色应该是谁的哪张脸？所以，当要拍这部戏的时候，想都不用想，就是张艺兴这张脸，因为他整个人，因为平时我们私下接触的也多，他不管是表面的感觉和你真正了解他以后，他的人设、他的样貌、他的气质，甚至他的很多性格，就是装的，这个是没跑的事儿。所以当初这个一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一提到这个，都说："哎呦，那就真的不再想别人。"甚至是没有一个可替代的。月心呢是月心这个角色很难。